这样也你这样试了过出来，然后你那个机械你就设计的也是做出来也是跟现在的样品一样。现在都已经试了一个一个试了，看多少吨位用，20吨吧，25吨吧，5吨吧。算死了，乱鸡堆人，往上撞才着死。咋？没要死。我在这在十五吨压力。你这不要太轻了。我得死了，我得必须得热工大呀，得热工大。现在这个，什么分别？请大家举个。